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非遺武術由你講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李師傅你好，啊，盧會長你好。咁啊，講講先，因為上個禮拜六咧，因為呢個係政府嘅限聚令出咗嚟之後咧，我哋喺旺角嗰個工作坊咧係被迫延期嘅。啊，好可惜啊！好可惜啊！咁籌備曬一切㗎啦。咁咧，我哋就預計咧，我哋下一場咧就係8月8日嘅，喺就係呢個係新蒲崗嗰度舉行。咁希望大家咧就密切注意呢個疫情咧，如果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係報名參加啦。冇錯啊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就到咗呢個係答問嘅時間啦。咁第一題咧就咁樣嘅，啲朋友話咧，聽人哋講咧，佢話學套路咧可以練到反應嘅，但係如果學咗好多唔同門派嘅套路咧，會唔會喺運用時候咧會產生混淆咧？師傅，我覺得應該唔會，因為你唔同功夫咧係形式上唔同嘅啫。係，其實最終目標咧都係訓練我哋手眼身份部嘅協調啦，同埋一個自然嘅反應能力。咁我諗咧，雖然你學咗唔同嘅門派功夫咧，我相信咧係唔會影響到你個人嘅對事物嘅反應嘅。OK， 即係唔會話到時佢學咗三個套路就撈亂曬，唔會嘅。應該唔會嘅。應該其實佢個套路咪即係學咗之後咧，就係你嗰個套路，其實你練你嗰組嘅反應係嘛？冇錯，因為我哋套路裏邊咧，唔係一個單一嘅動作，唔係一拳或者一腳，而係你每個動作嘅所謂一個招式裏邊咧，其實可能係包括兩個手啊、兩個腳啊、身體嘅唔同嘅轉變或者唔同嘅進退咧，係形成嘅。係，所以呢個學咗套路熟嘅時候咧，可能一個係一個襲擊或者一個嚟一個反應，其實有第一二三四咁落去。有一個組合式嘅反應出嚟啦。哦，所以唔會混亂嘅，其實應該唔會混亂嘅。咁呢啲朋友就唔使咁擔心咧，你學多幾門套路都唔怕，因為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你用嘅時候都係按照你個學嘅時候嗰、那個嗰個次序反應咯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好，咁啊，大家唔使太擔心。好啦，第二題問題咧就話，我睇到你哋嘅影片咧，佢都有睇嘅，但係總係咧冇恆心去練。咁啊，想問一下咧，你哋即係會唔會開啲功夫班？佢啊住喺呢個東九龍啊嘛。呢、這個問題咧，好多朋友都係可能個別屋企練咧比較寂寞少少咯，興趣冇咁大，互相鼓勵啊，照咗啲啊。咁我暫時呢個東區東九龍咧，我哋就冇開班，但係我哋喺東區筲箕灣柴灣嗰度咧，我係有一個恆常班嘅。咁其實我諗，如果由東九龍過嚟都唔係太困難嘅啫。係啊，咁其實我哋嘅網站裡面咧都有個班組咧，都有講咗呢個班嘅。不過咧又係咁啦，因為而家疫情嘅原因咧，咁啊都而家暫時就係就睇個疫情啦。如果疫情放緩咗之後咧，我哋都會開始嘅。冇錯冇錯冇錯。咁其實咧就我哋都明白嘅，因為一個朋友佢哋自己屋企自己練咧。一個鐘頭嘅，好似好會唔會真係咁啊？恆心練落去啊？可能佢有個群眾嘅一啲係互相嘅鼓勵啊，咁可能會好啲啊。你人多啲，大家興趣多啲啊，第一個良性競爭啊嘛。咪人哋個個都咁冇理由自己咁懶惰噶，咁就可以鼓勵到自己一個咧勤力啲嘅。係，好咁啊！呢個朋友咧，如果密切留意咧，如果呢個疫情完咗之後咧，可能我哋都喺多啲報名到嘅。好啊，好，第三條問題咧就係話好多功夫咧都標榜傳統嘅。請問傳統功夫究竟有冇一啲衡拳即係衡量嘅標準嘅咧，師傅？其實呢個問題咧都曾經引起一啲即係國術界朋友嘅爭拗。點為之定義為傳統咧？你係計時間嘅歷史長久啊，即係還是計佢嘅內容嘅多與少？譬如我100個套路，或者我有50個套路，或者我係刀槍劍棍全部包羅萬有嘅。咁為之係傳統，我又覺得又唔能夠咁表面去評論。我反而覺得咧，不管你係100年、200年或者得50年，最主要你呢個內容同傳統能唔能銜接？因為好多功夫可能有啲係不合時宜，可能我係需要改善嘅，或者需要優化嘅，或者我哋時代唔容許我哋咁長嘅套路500，我哋改為500招分為10套，每套50招得唔得咧？其實呢個係可行的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最主要就是它的本質是不是傳統，就不是視乎它的時間多與少或者它的數量多與少，即是說那個核心內容核心，譬如說你們即是我這樣問一問，比如大聖壁掛門都是90年，是的，鬆一點，即是其實都如果說是很年輕的一個拳種，很年輕，但是你在但是劈掛拳呢
有千年的歷史咯，係咪先？明朝嗰陣時已經好出名喎，甚至你話侯權，你根據一啲書籍嘅記載咧，其實二千年前都曾經出現過侯權呢兩個字喎。但係二千年嘅侯權呢兩個字，同今日大聖劈掛門嘅侯權呢兩個字係咪劃等號咧？大家唔知道，但係係知道咧，有呢個技術不斷因應時間咧，係慢慢轉變、慢慢進步，呢個係一定嘅。係，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學功夫又好，學嘅武術都好咧，其實我哋學嘅用心去學佢嗰個內容，冇錯，都唔會太大嘅差距嘅啦。其實嚇，即係能夠流傳咗咁多年啊，同埋佢啲係佢值得即係留到落地嘅一個原因嘅。咁我哋希望解答到呢位朋友嘅問題啦。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咁希望咧再同大家講講就係可以報名參加我哋嘅工作坊啦。咁密切留意住嗰個疫情啦。咁可以喺我哋呢度咧係登記個入我哋嘅網站去登記嘅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，拜拜。拜拜。